Enlève-le, ça fait mal. Oh. Amélia. On fait sur le petit doigt. Sur le doigt pied. Ah. Non, je dis ça, non. That's hurt. 阿米最近特别喜欢玩这个夹子，经常让他爸爸把这个夹子给他夹在衣服上。Hello， 我刚才录了一个小红书的视频，所以穿的一样的衣服。然后今天我要去 City 有一个朋友去喝一下咖啡。今天天气超级的好。就是阳光白云，就是有点晒。 Hello 大家，我们今天又来了另外一个动物园，在山上，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停好车了。胖妈妈，哎这个考拉好胖呀，超级胖。这里，哈哈，好多人，我们要等一下。然后这个 bird show 是12点一场，下一场是2:30，所以我们要赶着看12点这一场，不然就等不了。Amelia 跟妈妈。Amelia 看妈妈。Hello。Hi。Pelicans, they are all birds of prey. But a raptorial bird of prey, or a raptor-like river here, have two distinctive features. Yeah. 我们现在已经从动物园出来了，然后因为动物园里面没有什么好吃的、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所以我鼓掌然后停了一下，找了一个咖啡。然后这咖啡还挺好的，我到时候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，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，然后大家去 Google 一下吧。我们点了披萨，看起来非常的好吃。这个是那个羊肉的披萨，然后上面是 sour cream。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个 seafood basket， 然后这个是炸鱼薯条，然后就是 calamari。然后大米点了炸鸡排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吃饭的咖啡，东西挺好吃的。我们点了那么多东西，一共才花了$108，而且还点了两瓶啤酒，推荐，不错。最近超级喜欢看这个 show， 是一个这边一个 supermarket 叫 Coles sponsor 的一个cooking show。就每次看他们做这个饭觉得好香啊都。Hello 大家，今天是周五，然后上周一直都没有 vlog， 因为阿米莉得了胸腔炎，所以就特别忙，而且我最近开始找工作了。然后我觉得胸腔炎这个事情我应该会开一个视频吧，因为还是挺生气的，因为是被我们这边的那个 GP 其实是误诊了。没有，我们刚才 order 了披萨，所以今天晚上吃披萨，还有 garlic bread。看一下 Amelia， Hello Amelia， Hello Amelia，
Hello. Hi. Hi. 这个是 chicken avocado。然后还点了一个 potato。这个是 potato with house salami。With bacon。Potato 和 bacon。好吃。看一下小宝。Emily。它是胡萝卜。哈哈。OK。Hello, 大家。今天是周六，然后我跟大米现在先去做一个 ultrasound， 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做一个尿检，然后医生说怀疑有肾结石，所以现在先去做 B 超，然后做完 B 超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去 shopping center， 然后给小米买一些东西。打算给他买一个柜子在 IKEA， 然后装他的玩具，因为现在他玩具都堆在一个角，他也找不着，我们想把那边收拾一下，还要买还要给他买点尿布什么的，就是一些 grocery shopping。 好吧，那一会儿再录。 Hello， 我们回家啦，然后现在屋里一片狼藉，在给小米收拾他那个玩具柜的东西。勤劳的大米，他在组装这个家具。好多人都说宜家家具好组装，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我肯定是弄不来。这边是我刚才收的我的拖鞋，小米的玩具有好多，这边还有好多，楼上还有好多。这个是我们组装好的样子，不是我们，是大米同学组装好的样子，这样我觉得就干净多了。这个是我妈今天晚上要给小米烙的饼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吃土豆泥还有牛排，大米在外面煎牛排。看一下勤劳的大米，好香的牛排 ，smells good 啊。看一下牛排本人，你看。牛排本人不错，大米同学把瓜子放在了冰箱里，就好无奈啊。恰恰瓜子放在冰箱里 ，mashed potato 还有一些 sauce， 然后这个是煎的香肠，大米晚上做的，勤劳的大米。艾米丽在吃她的 mashed potato， 还有一些 bacon。Hello， say hi。晚上大米做了 pasta， 然后昨天剩的 sausage， 然后 mushroom 西兰花。Manger。艾米丽又疯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送艾米丽去幼儿园，刚回到家，然后买了一些东西。这个是我买的，桌子上一片狼藉，因为艾米丽早上起来实在是太 difficult 了。去幼儿园之前啊，吃东西，然后玩玩具，然后拿这个拿那个的。然后这是在华人店买的，买了一个恰恰香瓜子，买了一块姜，这块姜好贵啊，3刀，15块钱人民币一块姜。然后晚上想做可乐鸡翅，买了可乐，然后买了一个。这个卡尼尔新出的这个
香铺。我买了这个刷锅用，然后买这个，在澳洲的宝宝们或者在国外的宝宝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零食。这个是一个宝宝吃的酸奶豆豆，特别好吃，一岁以上的宝宝可以吃。然后艾米丽超级喜欢，它有一些蓝莓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的 berry 的。然后我买的是草莓的，她喜欢吃这个。这个吃上去就是，哎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。反正这个艾米丽一次能吃一包，但是肯定对嗓子不好。然后它里面是这样的，一个一个的小的粒粒。嗯，是这样的，然后就像膨化东西一样，但是入口即化。我吃一个啊，嗯嗯，还是就像真正的酸奶一样，嗯，很好吃。澳洲超市是3.99一个，我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就比起宝宝吃其他的零食来说，这个感觉更有营养一点。买了一个宝宝的 PP 巾，我们家现在其实擦桌子都用这个了。如果要是桌子上没有油，不是擦灶台的话，因为宝宝 PP 巾不是不伤手嘛，我现在都用它来擦桌子，然后家具啊什么的都用这个。嗯，牙线，我最爱的 COS 牙线。然后买了一个这个，这个是那个刷锅的那个替换装。腿，本来想买鸡翅的，后来觉得还是买鸡腿吧，肉多一点。今天晚上要做一个可乐鸡翅，哦不对，可乐鸡腿，然后给大家录吧。好吧，然后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一下家了，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脏了，每次早上起来送宝宝回来以后，感觉我们家都像被盗了一样。嗯，好吧，那这周的视频就安定啦，嗯，下周见。大家可以关注我其他的 social media， 然后加我的小红书在这里，然后我把微信的 QR code 放在这边，你们也可以扫微信加我。好吧，我是 Rebecca， 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